上次课呀，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二个问题，那么谈到了这个清政府的这种以商制夷的思想。那么下边呢，我们讲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准备讲一下传统制夷思想的应用，以夷制夷。那么讲到传统思想，我们就会讲到中国的一些古典的一些典籍。那么这个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呢“春秋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春秋公羊传》当中有这么一段话。那么在《春秋左传》当中又有这么一段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这是《春秋左传》当中的一段话。那么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说，在中国古代的天子啊，是以这个威德啊两手啊威德来随服四夷的啊，使这个四夷成为自己的一个守土的一个藩篱啊，帮助天子来守土。那么但是到了秦汉之后，是吧？那么天子这种概念呢，不再存在了。那么更多的最高统治者呢，自称为皇帝啊，不再自称为天子了。那么天子概念不再存在了。那么在这么种情况之下，已经更谈不到什么啊，天子守在四夷了啊，就是这种社会形势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面对着啊南蛮北狄的这种不断的侵扰，中原地区的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方面在思想意识上非常鄙视，非常看不起周边的这些夷人啊，这些夷狄啊，还把这个夷狄看作是不知礼义的啊一些禽兽，是吧？那么中原的封建统治者对这些夷狄啊，标榜采取什么呢？来则惩而御之啊，他们来了啊，就对他进行惩创啊，进行抵御；去则备而守之啊，这夷人走了，那么就要进行守备啊，防守。那么采取这么一种制夷的这种办法，那么甚至宣称啊，王者不制夷狄啊，就说这些圣王圣明的君主啊，不去治理啊这些夷人的啊。那么这是一方面，从心理上看不起夷狄。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原的封建统治者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当中，不断的遭受到北方的夷狄啊这种侵扰，是吧？那么被北方的夷狄侵扰啊，搞得你是坐卧不安啊，甚至危及到了自己的统治。那么因此，中原地区的这些封建统治阶级在寻求制夷之策的时候，那么很自然就从古者，是吧，天子守在四夷这么一个思想当中啊，引申出了一个不失大国风度的啊一种以夷制夷的思想啊。那么以夷制夷思想呢，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脱胎于啊天子守在四夷的这么一种古老的思想。那么鸦片战争前后啊，以夷制夷的思想，以夷攻夷的思想啊，应该说在朝野当中，是吧，有着很重要的一些影响。那么你比如说讲，当时一个在野的一个时代叫做萧令玉，那么萧令玉就提出来要利用外国人之间的啊各个外国间的这种矛盾啊，使相攻击，使他们互相攻击，以夷攻夷，正可辅为我用啊。那么萧令玉就提出来啊，要以夷攻夷，提出这么一种主张。那么近代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啊，我们把它称作叫做地主阶级的经世派啊，魏源。那么魏源他在分析了英国与俄国与法国与美国，是吧，与印度之间的这种矛盾之后啊，提出了一种主张。什么主张呢？叫做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啊，使这个各个夷国西方国家呢互相攻击啊，互相牵制啊，提出了这么一种主张。就是说在这个鸦片战争前后，在一些封建士大夫当中
那么就出现了这种以夷制夷的思想。那么面对着外国的侵略的日趋严重，一些清政府的政府官员也提出了一些类似的这种以夷制夷的主张。像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就提出过以夷制夷的思想。那么林则徐讲，他说呢，自从停止了中英贸易之后，那么其他的国家呢都欣欣向荣，像法国呀，像美国呀，那么这些国家来华贸易都欣欣向荣。他说这些国家这些夷人是吧，都是追求这个利润的，追求利益的，追求利益的这些人是什么呢？是习彼处而此营。就是他们希望呢，在贸易当中，别的人都亏损，唯独自己来盈利。说另外有些人怀愤者，为此荣而彼辱，说这些人呢，互相的进行争斗，意气用事。这些人取得了一些荣誉，那么对于他自己来讲，那么就是一种屈辱。他就主张利用外国方面的这种意气用事，是吧？那么这种商业上的竞争来控制外夷。那么按照林则徐的说法那么利用这种商贸关系就可以达到呢以夷制夷的这么一种目的使他们相奸相魁，使他们之间产生一种离心力那么各个夷之间产生了一种矛盾，产生了一种离心力那么他们就会真诚的向化，向清王朝是吧来表示这种妥协表示一种内向。那么这是林则徐那么提出了这种以夷制夷的思想就是以夷制夷的思想，不但在野的士大夫当中有这种思想，那么在清政府的官员当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以夷制夷的思想。那么鸦片战争我们都知道打了2年，那么在这2年当中，一向自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的这个清王朝被英国人打的是落花流水一败再败。那么清朝统治者，那么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来办理移务的清政府官员，那么就感到一个什么问题呢？说这个英国人呢是逞强妖侠办理诸刑稽首说英国人很强悍，那么同英国办交涉非常棘手，很难办。那么因此在东南沿海一带办理对英交涉的一些清政府官员就提出了什么呢？叫做制敌之谋不嫌薄财说怎么样去制服英国人可以呢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博取众长，叫做制敌之谋不嫌薄财。那么他们的这种制敌之谋一个具体的办法就是要利用美国和法国来对付英国人也就是讲的我们所讲的这种以夷制夷。那么在1841年初，原任的这个两广总督叫做阮元这个人是很有名的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学问家。原两广总督阮元那么就写信给钦差大臣，给这个两广总督伊礼部。那么阮元在给伊礼部的信当中，他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做了这么一个分析他说来中国通商贸易的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吧，那么除了英国之外，美国最为强大说而且这个美国人呢是相系安静美国人到中国来比较安分比较守法非若英夷之梗顽说不像英国人那样那么强横是吧，说另外英国人呢也需要美国的大米因此英国人对于美国人呢是具有畏惧之心的那么这是他谈到了这个美国的情况。那么因此他这向这个伊礼部提出来说，清政府可以要优待美国人，那么免除美国人对华贸易的这个关税，然后把对英贸易的这个份额也转移给英国人，转移给这个美国人他说这样呢，美国人对于天朝就会感恩
那么美国人呢就会力与英夷抗争，美国人就会帮助清政府同英国进行抗争。那么这个时候伊里布在鸦片战争当中看到英国人的军事实力很强，继续作战下去能不能够取得对英作战的胜利，他认为呢殊难预期很难预料到底能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因此伊里布就给道光皇帝上奏折，他是提出一个什么呢，说借用美国的力量去抵制英国人，四绝事半功倍啊，说这个办法可能是比较好的，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他说尽管我们大清王朝天朝是吧去借助于外夷，这个是未为正办这不是一个正大的光明的这么一个途径。他说但是呢有一点什么呢，说然兵法中本有伐交之说就是中国古代远交近攻是吧，兵法当中本有伐交之说，说而采取这种以夷制夷之法是汉唐以来载于史册者不一而足说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从汉唐以来就有就载于史册，有这种记载。那么因此他提出了一个结论什么呢，就是说仿而行之尚非失体就是说我们采用以夷制夷对于天朝来讲并不有失尊严那么这是伊里布在给道光皇帝上的奏折当中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利用法国或者美国来抵制英国。那么但是伊里布为官还是很圆滑的伊里布现在搞不清楚道光皇帝真实想法因此伊里布在这个奏折的最后又写了这么一段话，说什么呢，他说我提出了要利用美国人去抵制英国人他说但是这个美国人能不能够制服英国人说你能否制服英夷国否肯为我用英国人能不能够为我所用说此外有没有挚爱之处有没有什么问题说奴才未能深悉，说这个事情我把握不准那么也要求道光皇帝你自己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裁决，做一个最后的决定那么来达到左右逢源，既提出来要利用美国人抵制英国人，但是最后结果怎么样我不做一个具体的一个结论，由道光皇帝自己来决定是吧，来左右逢源。那么当时道光皇帝是一位主角就主张对英呢来作战，因此道光皇帝对于伊里布提出来的这种主张没有给予认可那么道光皇帝就命令伊里布是吧一定要同仇敌忾迅速的歼灭英军他说如果你因为这个问题延误了十日是吧以致贻误用事机如果说你因为这个贻误了战机唯伊里布是问说你要寄希望于利用美国人去抵制英国人耽误了战机是吧，那就唯你是问那么道光皇帝没有呢接受伊里布这种以夷制夷的思想那么这是在这个1841年初。那么到了1841年3月江苏巡抚叫做玉谦，他在给道光皇帝上的奏折当中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美国也好法国也好那么他们的力量都比较强大这两个国家的实力都可以同英国人进行抗衡那么但是玉谦呢他和清政府的其他官员一样，和道光皇帝一样他这种天朝大国思想仍然存在那么他讲，他说作为天朝大国大清朝不值得明明白白的下一个上谕要求美国人或者法国人帮助天朝呢去对付英国人说这样做对于这个天朝来讲很没面子他说但是可以采取另外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清政府可以颁布一个悬赏的告示这个告示当中写清楚无论是中国的军队的士兵还是老百姓还是水勇还是汉奸
也不论是其他国家的这个夷人，啊，怎么呢？一体准其杀贼请赏，啊，说你们都可以去杀英国人，杀了英国人，那么就给这个奖赏，啊，说采取这么一种非常含混的，是吧？油爆琵琶半遮面的这么一种办法，啊，那么提出来，英国人这个法国人或者美国人可以帮着清政府去抵抗英国人。那么他说，那么清政府还可以啊，就是向法国、向美国其他国家啊来进行晓谕，通知他们，啊，通知他们什么呢？就是说，天朝这次是征讨英夷，啊，是讨伐英国人，与你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其他国家可以来华继续的进行正常的通商贸易，啊，那么但是他接着又讲说，如果英国人胆敢恃强阻拦，是吧？他们阻止你们同中国进行贸易，啊，妨碍了你们的生意，妨碍了你们的贸易，啊，准尔等各国在外洋开炮轰击，啊，说那么我就允许你们其他国家在海面上，啊，直接炮击英国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阻止了你们对华的这种贸易。他说，或者你们可以呢，另用兵船倒袭齐国。那么你们另外派一个舰队是去直接攻打英国的本土，那么采取这么一个办法，而且那么他提出来，那么再密令啊中国的一些商人啊，这些商人应该说比较可靠的，利用这些商人啊作为自己的意思，是吧？从中呢进行拨弄怂恿，啊，就是在这个外国人之间进行拨弄怂恿。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挑拨离间，啊，实行反间计，啊，使彼互相残杀，啊，使英国和美国和法国之间互相残杀，啊，说我兵尽可尽以带动，啊，就是采用这种以夷制夷的办法。那么这个时候，中国的形势应该说比较危急了，广州城外的虎门炮台失守，啊，这个关田培战死了，形势很危急。那么这个时候，道光皇帝就命令在广州的这个敬义将军义山啊，说你呢可以酌情办理，啊，你根据情况来看一看是不是可以啊来以夷制夷。那么道光皇帝的这个指示可以说标志着清朝统治阶级以商制夷思想的形成啊，这个以夷制夷思想的形成，是吧？那么同时又标志着清政府以夷制夷思想的一个终结，啊，就是道光皇帝这个指示啊，既是以夷制夷思想的形成的一个标志，啊，又反映了啊他的以夷制夷思想的啊一个失败啊一个终结。那么对于清政府提出来的这种以夷制夷的思想，啊，我们怎么去认识，怎么去评价？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下面谈我的看法。那么在中国古代啊，这个兵法当中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以夷敌攻夷敌，中国之势也，啊，就是中国古代兵法当中就有以夷敌去攻夷敌的这种做法。那么因此一般的讲，传统的军事理论啊，有可能转变为近代的军事理论，是吧？就是近代军事理论它可以从古代呢啊来转变。那么为什么清政府的这种以夷制夷思想刚刚形成，那么很快那么就偃旗息鼓，很快沉寂下去了，啊，为什么说它的形成又是它的一种终结，啊，我认为这个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那么首先第一点，清朝统治阶级的这种以夷制夷的思想具有主观的臆断性，啊，主观的臆断性。为什么说它具有一种主观臆断性？这是因为清朝统治阶级所提出来的以夷制夷的思想，它并不是建立在自己中国自身、清王朝自身啊经济力量强大、军事力量强大这么一个客观基础之上的，是吧？也不是建立在展开积极的这种外交活动啊这个基础之上的，而是什么呢？而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认识基础之上。什么样的错误啊？就是他认为这个外国人是吧
是依赖于对华贸易，那么外国人不敢断绝从中国的贸易，否则的话各个外国不但不能够富强，而且有性命之忧啊，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啊，齐善所说的，说英国人呢，外国人是吧，地处尖刚，风日燥烈是吧，整天吃牛羊肉是吧，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他们就会大便不通利死是吧，他是建立在这么一个错误的啊认识基础之上。那么在这么一种错误的认识基础之上，他们就得出了这么一种错误的啊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说是不是停止中外贸易，是不是允许中外贸易，这个既可以作为控制外国人的一个诱饵是吧，迫使他们就范是吧，那么又可以啊作为一个对付外国人的一个武器。那么因此他们所提出来的这种以夷制夷的思想啊，以夷制夷的各种活动都缺乏一种必要的一个基础和实力啊，他不具备这种基础和实力，因为什么，他的认识上是错误的，认识上呢具有这种主观的这种臆断性啊。那么这是这个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清朝统治者的提出来的这种以夷制夷的思想具有在实施方面的一个投机性啊，他具体实施以夷制夷具有这个投机性。为什么这样讲啊？我是这样考虑的。那么清朝统治阶级啊，羞耻于啊，甚至呢根本没有想到要派遣自己的外交使团到西方各个国家去进行游说是吧，对西方国家进行这种外交的宣传，那么只是想着呢在一个啊遮遮掩掩的情况之下是吧，欲行又止的情况之下，对于个别的来中国的外国人那么进行一些外交上的一些说辞啊，他不是说派代表团对外国政府进行一些外交上的一些交涉啊，而是对什么呢，来到中国的一些某些外国的外国人个别人是吧，个别的官员呢或者商人来施加影响。那么这样这种以夷制夷的思想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那么在1841年5月啊，这个义山在广州对英军作战失利，那么这个时候有两个在澳门的法国的传教士就向义山提出来要帮助清政府呢来对付英国人。那么这个义山是吧，那么就接待了这两个人啊，那么也给了他们很好的待遇。那么义山就问他们说，那么法国人什么时候可以出兵？那么这个时候这两个法国人提出来清政府要向他们支付啊很高的这个兵费啊，而具体的出兵日期拖得很远。那么这个义山的人认为啊这个法国人不可靠啊，那么给了他们很优厚的一个这个奖赏啊，那么就把他们这个送走了，那就没有用这个法国人。那么这件事情，那么这义山就上报给了清廷。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那么就告诉义山说，这个法国人你们可以继续进行贸易，如果你们愿意为天朝来出力，那么大皇帝也是非常高兴的。说至于你们谈到了英国人妨碍了你们的这个对华贸易啊，你们要自卫保护啊，以及你们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借口啊，就是如何借此交兵，你采取一个什么借口同这个英国开战啊，说中国呢力不过问啊，说这个事情中国呢不加过问。那么也是说清政府在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的时候，他没有采取一种必要的灵活的一种外交措施啊，没有一种外交活动。那么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那么清朝统治阶级提出来的啊这种以夷制夷的思想在认识上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认识上具有很大的片面性。那么为什么这样讲，主要是因为林则徐也好，
前面讲到的啊，这个魏源也好，他们看到了西方国家之间这种矛盾的一个方面，世仇的方面啊，相煎相魁的方面啊，那么这个是正确的，西方国家之间确实有矛盾啊。那么但是他们夸大了西方国家的这种历史的夙愿，夸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啊。那么特别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国家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是互相利用的，他们具有一种共同侵略中国的本事。那么对于这一点，清朝统治阶级没有看到，那么这是一个很有害的一种错误的一种认识。你比方讲，那么在这个断绝中英贸易的时候，那么美国人啊，美国商人就帮助英国商人从中国进出口货物。那么因此在怎么样尽快的打开中国大门，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特权，在这些问题上，西方各个国家或者诸夷之间是完全一致的。那么美国人啊，就是美国专使顾盛来到中国之后，迫使清政府同他签订了这个《望厦条约》。这个顾盛在迫使清政府同他签订了《望厦条约》之后，非常得意讲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他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他说但是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啊。说原来是要感谢英国，因为什么呢？英国打开了中国门户啊，签订了《南京条约》。他说但是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一定要感谢美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开放的更加宽阔了。那么顾盛这段话就反映出了西方国家在侵略中国问题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是狼狈为奸。那么因此呢，这个清朝统治阶级提出来以夷制夷思想，那么在认识上呢是具有片面性，只看到西方国家这种矛盾，而没有看到他们侵华的共同的啊这种利益的这一点。那么清朝统治阶级提出来的这种以夷制夷的思想，它不是一个理性判断的产物，是吧？经过一种理性的判断啊，对这个中外形势的一种正确的判断啊，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提出来的这么一种正确的思想。而是什么呢？而是充满了一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这么一种政治上的一种技巧，是吧？想从中的取巧，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使各个夷之间互相争夺，是吧？夷制夷，自己从中取利。那么但是，是吧，清朝统治阶级没有想到鹬蚌相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可以渔翁得利的，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呢又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呢？鹬也好，蚌也好，是吧？鹬的这个嘴，蚌的这个硬壳，那么很多时候它又是来对付渔翁的。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清政府这个认识上啊，那么它是有它的这种片面性的。那么以夷制夷，那么这种政策，那么它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这种传统的。那么这种以夷制夷的这种传统观念，不但可以激发起清朝统治阶级的一种自豪，是吧？我在历史上，是吧？我们就可以以夷制夷，现在我们仍然也可以以夷制夷。那么，但是清朝统治阶级啊，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自己所面临的这个夷，和自己的先人啊，中国的祖宗们，自己的祖宗们啊，所面临的这个夷之间到底有些什么差异啊？没有来得及呢做一个充分的一个比较。只不过是因为什么呢？这个祖宗所面临的这个夷和自己所面临的夷形式上有所相同，是吧？那么这样，那么就把祖宗的这种对待外夷的一些办法，是吧，生吞活剥的把它接受下来了，是吧？就是古代的夷制夷和近代夷制夷啊，他们之间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是吧？因为古代的夷和近代的夷从内容上从形式上都有很大不同，
古代的夷，我们前面讲到了，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同的民族之间的这么一种争斗。那么近代的夷是中外的啊国家之间的这么一种斗争，是一种中华民族同外族群众之间一种斗争，它的内容内涵完全不一样。那么清政府的这种以夷制夷思想认识的错误，那么也就决定了这种以夷制夷这种政策的一种失败。因此这个以夷制夷的思想呢，因为后来也很快遭到了失败。这是有关这以夷制夷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